十安之初，天地相应，待天地分离，万物实现。在这生灵出现之时，又是你用这名语引起我法，天生神灵。他行从高原，志在探寻天地的尽头。于是，少年以水晶铸成擎天神剑，他挥舞神剑，旌旗指向苍天。孰料，神剑竟划破时空，悬停于天地的尽会之处。少年也如同中了魔法一般，他未料到自己竟化为一只神鸟，可任意穿行于天地之间。自此以后，神剑所在之处，天地融合，亦可灵通奇妙幻境，千变万化。让我们追随少年，一同探索这无限可能的世界。少年云幻化为神鸟，开启未知的玄妙之旅。在这里，万物首尾颠倒，虚空变幻莫测。
world.